你还有事儿吗？牧童啊，老实告诉你，我以前挺瞧不起你的，可是今天一看，你真是了不起。哎，就是你这个样子，一副童叟无欺、与世无争的模样，谁会防备你呀？可是你的手段比谁都高明。装，装，你就给我接着装吧。当初啊，王梅为了卡位子，把你紧急调过来。你先靠住王梅，然后拉拢何总，同时你还勾搭徐点点，不是吗？后来你看到何总可能留下主持大局，你马上把陶楚往何总那儿一送。牧童啊，你是谁都舍得进去，陶楚可是你喜欢过的女人，你还算不算个男人？王梅也不知道怎么瞎了眼了，偏偏喜欢你，那么聪明一个女人。牧童啊，你就不佩服你自己啊？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你这手段绝了！不，这个还不是你最绝的地方，你最绝的是对付女人的手段，你呢，是来者不拒，老少通吃啊。干嘛？打人啊？来，你打打，往死里打，我不还手。打，你打我，证明我说对了，我全说对了。你心虚，你心虚。来来，打打打打，往死里打。来，告诉你，你充其量也就是一颗棋子。哎，小孙，小孙。那几个漆桶啊得挪开，那个将来那儿啊架子还要升高，那儿将来啊是个文化背景墙。是啊，您等等啊，哎，您过来过来啊。啊，好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哦，这将来啊是一个文化背景墙。不对啊，这应该是书架的位置啊。哦，书架应该吧。我设计的啊，书架在书房，整个这面墙是块文化背景墙。哦，这么想的。那书架在哪儿呢？书架在书房啊。您来看。您再来看这儿。这面墙啊虽然是个承重墙，但是啊我已经把它给打了。什么打了啊？将来啊厨房跟餐厅是开放式的，既能够物质享受吃饭，又能够精神享受听音乐。那个地方我设计是一个大音箱，还有这个卧室完全设计成沙龙式的，所有的家具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嗯，我问您，这张图纸谁设计的？我设计的呀。您设计的啊？您征求主人同意了吗？已经施工了呀，不同意也没有用了呀。什么叫没有用了呀？您过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不行，这个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个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这个啊，出什么文化墙啊？我们是要过日子，是要住这房子，不是白给人家看，你懂吗？啊，不影响承重墙给我打了，怎么不影响生活呀？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住这个房子啊，该住人的地方住人，该吃饭的地方吃饭，这要正常呀。人是靠吃饭过日子，不是喝茶，你明白吗？啊，而且你经过谁批准了啊？出什么文化墙啊？承重墙。
这是宋朝人。我猜出是您来了。我没想到是您。这个文化墙啊，很有必要。挺好。您说是吧？来来来，先吃饭吧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把房子装作最好。我图纸就画了好多好多张，我还征求我们体育馆的那个美术师的意见。我能有别的心思吗？我看出来了，他不太满意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也就说说而已，他不经常来。你呀、啊，还按照你那个意思做啊，挺好的。嗯，这您多谢你了。嗯，来来来来，都吃点，都吃点。来来来来，你不是就爱吃这种榨菜吗？你想的真细致、啊。来，给你餐巾纸。哎，好，等一下。哎，要不然再来一份吧。那够了，够了。先生，对不起，请你麻烦你站在一米七之外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是一起的。一起，来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公子，那个这个钱我都点过了，嗯，您再点一遍。来，至于吗？这不刚从银行里出来吗？哎呦，那可不行！你没听新闻上说吗？刚从银行取了钱，到马路对个一存，没十分钟呢，哟，就有一张假钞。行了啊，甭管是真的假的啊，多了该我的，少的呢也算我。来来来，装起来。给您端上来。哎呀，干嘛这么着急给我钱啊？哎呦，拿着嘛。那不行，做生意嘛，一笔是一笔的。哎，龚总，您看看，这个呀是我写的明细单，啊，这边呢是给您的，这边是我的，特别详细，您看。那您签在哪儿啊？哦，我已经存上了，给我女儿存的。嗯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那我送送您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走了啊。啊。哎，小唐，康总，哎，你坐，你回来了啊！哎啊，来来来，小唐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你又没说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每天都在想，也许你今天回来了，所以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这样你回来了，看了心里能舒服一点。贺总，嗯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。真的，我没想到你在家里。小桃啊，你放心，我因为贪污而没受贿，组织上会处理的。只是啊，好好想一想，我真是挺后悔的，追悔莫及呀。贺总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也不大懂。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别再想了。嗯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哎，不用，小桃，不用。等会儿嘛，你坐会儿，咱们聊聊天嘛，啊？哎，哎，我不是什么何总了。你要是愿意，就叫我老何吧。老何，说真的，你说我吧，这日子。都过到了什么都不缺的份上了，这钱对我没什么意义，我不缺钱。可是我缺什么呢？你看，
我一回来，看见你在家里，你牵挂着我。这些天，我也一直不放心你。我可能就缺这个吧。只要你需要，我会一直在这儿做的。小桃啊，你知道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。只是，我现在不是董事长了，没有那么多的权和钱了。至少你还有我呢。说说你的想法吧。哦，王总是这样，我想呢，趁这次改制，把地产公司给剥离出去。不行，既然你今天问我这话了，我就把话给你说清楚。现在你我都一样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否则的话呢，何总就是前车之鉴。我知道。你跟了我那么多年，在这个当口呢，你有点着急。别着急，我今天就答应你，一旦改制成功，我首先就考虑你房产公司剥离的事情。但是现在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你想想看，何总刚下台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？如果我现在让你大摇大摆的就搞剥离的事情，你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我当时让吴桐到泰丰来，是为了今天的改制考虑。你拉拢吴桐呢，是为了你的剥离考虑，这个我知道。那你就好好的抓住吴桐，对资产评估有好处。龚总啊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到时候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啊？鱼来啦！来，没事，让他吃吧，姐。爸，哎，姐夫，快来吃饭了，来。哎，估计你也能保不住。来，哎，姐夫，你喝什么？喝啤的。行。不过这可乐你少喝点，今儿就能喝一杯。哎，双英，今儿是怎么了？怎么弄得比过年都隆重啊？啊，是，当然是有喜事儿啊。什么喜事啊？说说。哎，先干一杯吧，来吧。好好好，啊，说吧，什么高兴事儿？好，你说。好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啊，爸，就是我和我姐啊，挣了点钱。多少？
50万呢。50万呢？啊？哇，这么多啊！怎么挣那么多钱啊？姐夫，要说这个呀，还得谢谢你呢。这个呀，是因为你的关系。小伟，哎，龚总啊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出去坐坐，来，我在家已经吃上饭了，啊，啊，好，谢谢啊，哎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谢谢。爸，甭管那么多了，哎，好，挣钱是好事，有钱就行了，好吃。毛毛，快吃鸡呀！师傅们，来抽根烟，休息休息。谢谢馆长。哎，好，你也来一颗。不是老张啊，材料用完了，抓紧时间去买。不可能啊，咱们不是前天才进的货吗？我这儿板材线圈都快用完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馆长早上画错线了。哎呦，你是咱们群艺馆的美工师啊，怎么能够把线画错了呢？馆长，我是群艺馆美工师，我平时只画舞台布景，没干过装修啊。哎呦，你倒是想哎呦哎呀哎呦，这是怎么搞的嘛？快点水去，快一点，怎么弄的？接着哎呀，这是怎么搞的嘛？要不啊，这样吧，啊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单老师，我真的不明白，这装修怎么能着起火来呢？这要是万一全楼都着了，我想想就后怕。不会了吧？不会了，肯定不会了。你放心回去吧。啊，哎呦，不是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说这火怎么着的呢？就说是呢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我连夜把他们叫起来进行批评，我给他们开会，像着火这种事情在以后的装修里边不能再出现了。算了算了，今天太晚了，我看他们几个也挺累的了，算了，那你就回去吧。你别着急啊。哦。嘿嘿嘿嘿。
怎么回事，盛老师？要不就是因为短路。短路？对，短路。那怎么办？那你放心，不会再着了，因为我已经把总闸给拉了。要不然就是因为抽烟。对了，从明天起我再也不允许他们抽烟了。真是的。其实平时啊，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装修，我看了很多装修方面的书，可是书里面从来没有说过装修的过程里头会着起火来呀。没事的，你回去吧，放心回去吧。行。不过在你们家里头真正实施装修是头一次。尚老师，你也早点回去吧，你也够辛苦的了。别说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过来。你问一下程晓，看看黄晶晶的报告出来没？我跟你说的是今天天气不错。是不错。请我吃冰激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请我吃冰激凌。要不然我请你也可以啊。上班呢？你就知道上班，你都快成工作动物了。怎么了？你这一说还真是啊。我都好长时间没带我儿子去放风筝了。人真是越活越身不由己。大公司我是进来了，连天都看不见了。老师，你怎么不上去啊？我在等你呀。走吧，上去吧。啊，走。哎，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，我做梦都在设计该怎么批评他们。算了，他们已经很尽力了，算了。你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吧！我的设计方案他们一样都没有给我实现到家，居然连地角线都画错了，浪费了那么多材料。接下来的装修必须要杜绝这种现象。尚老师，你和你的朋友已经很尽力了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我原本是可以给你装好的，可是这些个……没事没事，慢慢装嘛。走吧。吴总，前进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出来了，王总让您看一下，给一个意见。另外呢，还有几个会议要参加。这么快就出来了啊？好，谢谢啊。
双英啊，你来看看。哎呀，师傅呢？这都几点了，还不干活啊？真是的。老赵，小孙，真是。电锯呢？老赵，小孙。小孙，老赵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老尚，对不起了，我们哥几个认真想了，你朋友家的活计我们实在是干不来了，很丢人，但没办法，哥几个得认账，要不连你自己的脸也一起丢尽了，我们得承认确实干不了装修这活，你另请高明吧。全体兄弟，你生气了吧？你别生气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别着急嘛。你当时不是答应我没问题的吗？那我也不想这样啊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你别着急。我能不着急？要不然咱们再找一波人。我哪有这个钱呢？哎呀，你。那我想想，要不然再把他们请回来。不，让他们走，让他们走吧，绝对不再请他们，真是的。要不然就这么住了。你不许打人。那过去的房子都是刷刷大白就住了吗？你怎么觉得我会打你啊？我前妻有的时候好动手。你别生气嘛，别着急，再想想办法，总会有别的办法的。嗯，这是黄谦建弄的。嗯，这什么资产评估报告啊？这个啊，快叫车，咱们找他去。你先别急啊，吴老师。怎么不急啊？你看他怎么写的？泰丰啊，几亿的资产让他们估2000多万，快啊，叫车呀！不用叫了，我刚才看见他了，他在王总办公室呢。走，找他去。哎，你先别去，黄前进是会计事务所的所长，他能不懂这样一个原理吗？你没看完报告你就去找他，而且还当着王总的面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越来越离谱了，何总是有问题，但应该有人站出来当面提呀。那你也不应该先把你的意见暴露出来呀，你应该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。我觉得你应该等他来找你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这是资产评估报告啊，是府要检查的，国有企业缩水到这个份上啊。
哎，王梅，黄千金在你那呢是吧？走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老黄，哟，卢总，你看你，那么严肃干什么？你这树怎么出来的你？你看看你看看，怎么了？总资产2.9亿，负债2.62亿。资产评估净2800万，没错啊。什么没错啊？我问你老黄，你怎么能同时用两种方法进行核算？咱俩都是明白人，你不能这么干啊你。吴总，你可能忘了，你们集团公司有好几家分公司，那评估的时候就应该按不同的评估方法呀。你胡说，地产公司房价低看涨，你就用折旧法；汽配公司价便宜，你就用重置法。你这得资产得缩水多少啊？我问你，资产评估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当然是为了改制更好更有利啊。不对，是为了客观真实的数据对改制才有利。说到根上，不还对改制有利吗？黄千金，我问你，你这么干不怕你公司倒牌子啊？这市委是要审批的。吴老师，学校时间待得太久了吧？去去，少跟我说这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一切的理论还得为实践服务，少故作高深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改，从我这儿过不去。吴桐，你没必要跟我过不去吧？你就实说，你改不改吧？吴桐，这是公务是吧？资产评估我也做过一些，咱哥俩没有必要为这个事儿较真儿，犯不着。给你个建议，把这个球踢到上面去，给王伟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怎么说。行，我找王梅去。书呆子，我知道了，老黄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呢，我来应付。不用着急，事情啊就要一件一件的做。好，就这样啊。黄千金这个资产评估报告，以后进我的房间呢，还是先敲敲门。对不起。什么事儿？黄千金这个资产评估报告出来了，是吗？还挺快啊！你看了没有？按程序，应该是你先审核。我觉得问题非常大。问题大？那你说说看，有什么问题？你看啊，根据上次会议提供的数据，我们泰丰总资产3.54亿，让他一评估剩2.9亿了。这两个数据准吗？你觉得？啊？刨去负债不到3000万的资产，这属实吗？而且方法也不对啊，重置法、折旧法一块用，没他这么使的。我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他这不行，找事务所重来。王梅，是不是你事先知道黄千金怎么评估啊？吴桐，说话之前考虑一下啊！我怎么会介入黄千金的评估过程呢？对不起啊，王梅，改制没问题，但咱们是国有资产，这不能缩水的。这个，你说话注意分寸啊！吴桐啊。就我们国家的现状，就算你评估出净资产1亿，有谁拿得出那么多钱？如果没有人接盘的话，改制就会停滞，改制停滞了，你说对谁有好处？那你的意见呢？这是你的职权范围，你看着办。
吴老师，你别太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生什么气啊？这企业又不是我的，我就是尽我的心做好本职工作呗。本来嘛，人家也是为了企业发展，改制是必然的嘛。吴老师，你别这么说呀。真的，我这人不行。我做点具体工作还可以，这领导我当不了。再说人家就是让你来当棋子儿的，自己瞎想什么呢你？哎呀，楚楚啊，你说你啊，人呢、啊、模样啊都那么好，怎么你命那么苦啊？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是吗？简简单单、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多好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李赛最近怎么样？现在很乖，比过去懂事多了。那就好。你让他好好读书，我这还有点钱，将来供他读大学没有问题。楚楚啊，楚楚，我有句话一直想说，我不敢说。那就别说了。你知道我说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啊？那你不让我说。那你就说吧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是说，我年纪太大了，我配不上。你瞎说什么呢？真的，我担心，要是哪一天我动不了了怎么办？我会照顾你的。走吧，吃饭去。行，吃饭。吴总脸色不大好吧？看着有点郁闷。怎么样，当别人棋子的滋味好受吗？你能把路让开吗？吴总，你想过没有，你也挡了别人的道。好的房子，哎，好好的房子，你说，双阳，你找这都什么人呢？一个一个的啊！现在可好，钱也花了，工费搭进去了，这当初还不如卖了呢。行啊，娘，你现在少说这个啊，那当初干嘛来着？你当初不是说都交给我了吗？让我负责。那你也没管好啊。那能赖我呀？我不是也是头一次装修吗？再说了，我那么苦那么累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？人家是把我当成朋友了，没要几个钱。你说装坏了，我能让人家赔啊？装修这种事儿，根本不能找熟人，常识吗？不跟你说了找公司吗？还有这上朝人，他往那一站，你看一眼就应该知道他不懂啊，你怎么能信他的呢？
月亮都记忆住了，一千次的祝愿，星星都被你收了，家中的爱在期盼，那家中的心在牵挂，无论风霜雨雪，无论春秋冬夏，等你回家，那等你回家，窗前的风铃，屋内的鲜花，等你回家，那等Oh,